杰德被打回了人间体，我们要救救杰德，让他重新变成光呀！可是要怎么救他呢？只要找到杰德的变身器，他就能重新变成光了。可是这里也没有变身器呀、啊！我们要去哪里找啊？别急，我这里倒是有很多变身器，就是不知道哪个才是杰德的。这还不简单？你看他手上拿着的这个，应该就是杰德的变身器吧？他真是，是个红色的。算这个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个不是。我叫小光，是银河奥特曼的人间体。我叫翔，我是维克特利的人间体。既然知道你的名字，那就有办法。这个是初代的，这个是麦克斯的。嘿，这个是银河虎妈，就是他。小光，这个是你的变身器吗？是的。老有维克特利的头像，哪个上面有维克特利的头像呢？哎，这个上面不就是维克特利的头像吗？翔，快点重新变回光吧！超级融合，维克特利奥特曼。人间体的有点多呀，你又是谁呀？我叫姚辉，我是泽塔奥特曼的人间体。哦，泽塔呀，他的变身器我认识。哪个呀？这个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哎，就是他。为什么是这个呀？你仔细看，这个变身器上有个 Z 字， Z 开头的肯定就是泽塔了。